Hello Kitty 空开买，世界上最可爱的无嘴猫 Hello Kitty 又推出全新周边了。这次和 CELEVEN 携手推出了在夏天绝对要有的单品保冰杯。炎炎夏日就让 Hello Kitty 用它最软萌的模样为大家消暑吧。这款 Hello Kitty 造型保冰杯由900毫升超大容量，真空层为304不锈钢，内层为陶瓷层，双层抽真空保温技术，保温效果好，陶瓷一体成型无缝隙更易清洗，耐酸碱适合各种饮品，不吸附异味，而且饮品也不易变质，不但超级卡哇伊，又超级实用阿 Q 的。而在造型外观立体上带，食品级 PP 材质，密封不易漏，可搭配吸管使用，同时兼具可爱又环保 Tail 的冰饮，手拿不怕滴水，长效保冰，最适合在办公室冰冰凉凉喝整天。这款 Hello Kitty 造型保冰杯有共推出三种颜色，包含粉嫩杯身 Kitty、 雪白杯身 Kitty 和经典的红色杯身 Kitty， 可以依照自己喜好做选择。这么可爱的单品真的不能不收藏 Tail 的。方法一，2020年5月6日上午11点起至全台 CELEVEN 门市，请店员刷读对应商品之条码结账，请将荧幕调至最亮。方法二，2020年5月6日上午11点起至 CELEVEN 门市 iPhone 机台购物即或向右的箭头门市预购，向右的箭头至目录选择向右的箭头出版品。星号 Hello Kitty 造型保冰杯贩售价格690元，只能说 Hello Kitty 迷的荷包这次真的不保拉贴了，六分之五一开卖就迅速冲 CELEVEN 一波吧。